今天是坦桑 DNZ 项目安装的第10天，今天已经将大部分设备摆放到位。明天安装这个灭火系统，这个灭火系统估计要装3-4天左右。这是几个冷柜，这边是热储区，然后这里是干燥食物储存的地方，明天计划在这里将层架都摆放好。这里是洗碗的区域，这里是洗碗机和洗碗机的排烟，这个排烟还没有装，因为需要等接电之后，风机接电之后才能固定住。然后这里是高级管理层的一个用餐区域，目前还存放着一些设备。